原标题，四川有三个以羊命名的城市，除了绵阳，另外两个你知道吗？四川是中国西部地区面积人口大省，同时也是经济强省，在西部诸省中一直扮演着一哥的角色，综合实力之强悍是不容置疑的。然而说起四川省内的城市，很多人却只知道成都等少数几座城市，其实四川除了成都，优秀的城市并不在少数。就比如今天咱们要说的四川这几座以羊字命名的城市，说起四川带羊字的城市，那可是声名远播，其数量不少，但要问起具体有哪些，很多人却只知道一座绵阳。其实四川省内以羊字命名的城市共有三座，分别是绵阳、德阳和资阳。绵阳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，是中国著名的科技城，同时也是四川省第二大城市和经济第二强市。不仅在省内，即使放眼中国整个西部地区，绵阳的综合实力在所有非省会城市中也能排进前三，实力是不容小觑的。截至2017年，绵阳实现 GDP 2074.75亿元，稳居省内第二城宝座，且还在以超过9%的高速在发展，可谓前途无量。德阳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，是中国著名的重装之都和九城，同时也是四川省第三大经济强势，综合实力仅次于绵阳，在经济总产值上与绵阳甚至只有100亿元左右的差距。截止2017年，实现了 GDP 1961亿元，经济增速同样超过9%，发展前途同样不可估量。而且德阳还是四川省重点规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，未来有望晋级为百万人口大都市，值得期待。资阳地处四川盆地中部，与成都毗邻，是四川省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之一。截至目前，全市仅下辖有一个区和两个县，所以在经济实力方面与前面两个阳相比自然有一点差距，但实力也不算太差。截止2017年，全市也实现了 GDP 1022亿元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